大 B 再下篮板球。阿迪漂亮的 crossover， 来到中距离直接跳投，果然要看梦想狙击手。OK， 来看一下刚刚这一个球。哇，这个算是 ankle breaker 了。哦，因为 Galbert 在那边做掩护啊，所以把桂宇的球已经完全骗。双方有着七分距离，卢卡又是转身，哇！今天阿吉没有极限啊，哇！确实有一箭穿心啊，但是大 B 没有接吻。来看一下，卢卡 crossover， 再来一个大转身，完完全全晃过了福禄寿。